台大力士谢副教授伊若兰的家就在旧深奥电厂附近，他参与自救会行动，也关心深奥事件的发展，政府的决策过程也让他感受特别深刻，因为他的家就在电厂旁边。针对行政院宣布停建深奥燃煤电厂，他说：“谢谢政府，终于听到民众担忧恐屋与海洋生态被破坏的声音。”伊若兰说。 谢谢政府终于听到民众担忧恐怖与海洋生态被破坏的声音，停建深奥燃煤电厂虽已才是，事实上政府应对本计划加以撤销或废止相关环评、电业筹设许可等处分，方能展现政府对于能源转型减煤的决心，如此才能解除大众担忧未来本案会如十年前一样。 十年后，谢煤码头从番仔澳湾换到深澳湾，死灰复燃，也可消除民众对目前执政党为拉抬选情而宣布停建的质疑。其次，他个人认为，政府用观塘案来换深澳燃煤电厂，并不是一个妥善的说法。观塘中流第三接收站的问题，不是盖不盖，而更是地点选择的问题。 环团与学者、专家都曾提出避免破坏当地几千年早交挪移施工区域，或者改用既有的林口港或台北港。希望政府不要混淆视听，谨慎再思。伊若兰表示，身为一个居民，虽然政府宣布不见了，但还要考量那些赞成的居民对就业的期待。政府停建了，不能就此不管偏向这些失业严重的地方。接下来。 停建了之后，应该多着眼于如何发展深澳的观光。民众对于财团或国营企业本来就会有增加就业、基础建设的期待，希望政府在发展观光时，要兼顾辅导居民就业以及强化基础建设，照顾偏乡，不能因为不建而减少了深澳电厂旧址与附近三里住宅紧密相邻。 记者尤敏，黄摄影分享。